晚安，各位观众，欢迎收看 GPL Summer 2014八强赛事。我是主播基德，我是赛评小蓝。好 ，GPL 已经进入到了八强赛事哦。其实同时 ，OGN 也是刚好在同一个时间点进入了八强赛事，可以说。各国 全世界各国的 LOL 都开始进入到这个 S4 的季前赛了，对，就是前哨战哦。对，因为其实所有的队伍都要透过这个最后的夏季赛来累积积分，从各地区出现才能来角逐 S4 的这个资格赛的代表权了。好，那今天的第一场八强赛是要带给各位观众的，就是 TPA 要来对上 IGR 了，对，是 A 组的第一对上 B 组的第四。对，那 IGR 的晋级，我觉得是充满了传奇这个色彩哦。对，他们本来是0-7的战绩哦，然后最后在最后的一周一下一举拿下了3胜。对，而且他们的这个击败的对手有两，这三胜里面有2胜是 War Gods 贡献，然后另外一支是这个 A 组的第二名西贡小丑哦。所以我觉得 IGR 这支队伍其实算是来势汹汹。B 组的第二名，不好意思，西贡星期五这边要稍微做下更正，因为我的脑袋刚还在想说 TPS 是 A 组，那他应该是打 A 组，结果现在已经是一个 A 组跟 B 组的对打了，所以更正一下，不好意思 ，IGR 最后击败的强敌，就晋级的有击败的强敌是 B 组的第二名西贡星期五。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Quarter Final 的四场对战组合哦。今天在7月16号要带给大家的是台北爱沙星对上 IGR 的这一场比赛。那在7月18号的星期五这一天的西贡小丑对上西贡星期五的这一场比赛，由于转播组这边会要进行 AIC 的这个现场转播的准备，所以这场比赛会是接新加坡的讯号来带给各位观众哦，一样会在 Garena TV 就是中文台一样有讯号。可是可能不是由我跟小蓝老师或者是其他的赛评为大家做中文的讲解了。然后在另外在下周的部分哦，7月23号跟25号一样是星期三跟星期五，分别带来的是西贡AHQ Fighter 来对上 NFL 以及 AHQ 对上曼谷巨人队的这两场对战。那八支队伍只有四支队伍可以顺利的晋级到四强。哎，这句话好像。是很废话，对。那所有的这个八强赛事都是 BO 五制哦，所以一天就是最多会打满5场，最少要打3场。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一场今天的比赛，台北暗杀星的影片。以上就是 TPA 六位选手的影片了。那今天要出战的中路到底是谁？他坐下来，大家才看得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啊！最后原来是 Morning。对，今天是 TPA 的中路选手是由 Morning 来出战哦。对，那刚刚我有稍微跟 TPA 的五位选手聊一下，然后他们都说原本觉得不会太紧张，因为毕竟是打到 B 组的第四名嘛。对，但是理论上来说压力应该会比较小一点点。对，通常在八强赛事不会，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3-0直接晋级的情况发生，因为毕竟是第一名打第四名。但是他们看到 IGR 最近的表现，都觉得有一点抖啊。对，但其实最近就是一个5连胜的一个姿态哦，在来进到这个季后赛。对，5连胜还包含了2场的加赛，就是对上 March Esports 以及这个 War Gods 2支队伍的这个3队的循环 BO1。最后 IGR 是顺利的直接拿到2胜哦。然后从 B 组出现，都算是蛮大的一个落差的比赛。对，而且 IGR 最近真的是越打越好哦。然后据说他们也有要来增添新的选手，不确定今天会不会上场，那就来看一下这个到时候他们的这个出战的选手，我们才可以得知哦，到底有没有更新一些选手上来打面对这个八强赛事。好，以上是 TPA 五位选手的选手画面，看起来已经是准备好应战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IGR 的这个选手影片。一样是这个从小组赛以来的5位选手、哦，那他们来自于新加坡的 IG 俱乐部。那同样的兄弟队伍 Legends 在 A 组部分是没有出现哦，所以可以说是新加坡最后的希望了。对，那其实，在 IG 啊这支队伍近期的表现，大家都知道算是蛮不错的嘛。那我觉得是在下路的这个 AD Carry， 其实在近期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亮眼。对，这个 AD Carry Fokery 哦，他的露西恩其实。
有很多精湛的 play， 如果有在 follow 他们比赛的观众一定没有办法忘记。那最中间的尾节哦 ，Jungle 其实最近的表现也是慢慢的回稳哦。对，但是中路其实有时候感觉有最近好像反而不是像可能他在季初的时候表现这么好，但最近的比赛稍微有点弱气的感觉。对，因为他最近都开始改拿一些比较刺客型的角色，那刺客角色有几场是很 carry 哦。可是有几场就是比较来的没有办法发挥好，所以中路的稳定也是 IGR 今天有没有办法面对台北暗杀星的一个关键。好，那这两支队伍的对战，当然台港澳地区还是会支持台北暗杀星，但是关系到的也是有没有办法取得 H4 的代表权嘛。那各队的积分来说，台北暗杀星现在有1000分的这个 GPL 积分，基本上是一定能打到冒泡战。那当然 TPA 不会放弃，直接拿到校际冠军，直接拿到这个门票的一个机会哦。但是 IGR 这边就是一定要拿到前两名才有机会代表台港东南亚地区出现，就是要积分一定要到可能2到5名的那个位置才有办法来打冒泡赛。对，因为他们之前是没有 GPL 的任何一点积分，因为是夏季赛才进入 GPL 的队伍哦。那在积分上面可以看到，即使8强以后每一队最少都有140分，但是由于西贡小丑跟西贡星期五已经有了前两季的积分，所以都有一个200多的积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到第二名就很难有机会打冒泡赛。好，那这边应该是两边的选手要准备进房哦。那今天的比赛版本都会是4.11了，因为比赛伺服器也更新了这个版本。那比赛的用脚也做了解 ban 的，就是 auto ban 也被解掉了，包含了奈德利原本这个受到重置的角色。那根据 Riot 的这个全球规章里面，比赛是要禁用2周的。那7月15号已过，所以奈德利今天可以使用。对，其实也蛮期待说会不会再让这支。可能在 Season 2非常流行在上路的这支奈德利角色，在版本更新之后再度的被选手拿出来使用。对，是不是有从中路改变成一支上路角色，其实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因为最近在不管是台服还是韩服的 Solo Q 都会看到很多上路奈德利的身影，那支丛林猎豹手。那另外雷格尔的部分也是被解 ban 了，对，因为雷格尔之前是有一个打眼的 bug， 那 4.12 的 patch note 里面有直接把它放入，它会打出2下的普攻效果的，这个拆眼会一次拆2格血量的这个效果上面也是做了更动，以后今天也进行了解 ban， 所以雷格尔这支强势的打野角色今天也有机会看到。好，马上就看到这边已经进行了两队的这个 ban pick 了，在蓝方是台北暗杀星，在紫方的是 IGR 哦。我看到了 IGR 的上路，豆腐是你。对，因为我原本就听说IGR 是有做选手的跟动，那我刚刚不敢确定不敢讲哦，那在影片里面也没有看到他的出现，所以今天会是豆腐来打上路。那这个玩家其实也是以前 SGS 的一个老玩家了，所以大家观众应该都是对他不陌生啊。对，这个新加坡小夜夜新加坡小夜夜豆腐 boy 现在在 IGR 的上路，哇，这场比赛又增添了一些可看性啊。那 Lifo 就去打中路了。对 ，Lifo 改回到原本是打过 AD 哦，也打过辅助，那现在回到中路啊 ，Lifo 真的是五路兼通啊。那原本这个刚刚小兰老师提点的表现近期比较不稳定的 Froda 直接坐了板凳啊，也是为他捏了一把男儿泪。我好不容易。好歹这8强也是我打的，为什么？然后豆腐就说：“因为我比较有，因为我是新加坡最强上路，连 LY4 都要靠边站，有没有？就是现在直接把这个上路的位置抢了回来，也算是对台北暗杀星进行一个复仇战了啦。因为之前 SGS 跟台北暗杀星也是在 GPL 联赛里面一直是一个较劲的对手，就是从 GPL 最开始的时候就不停的交战哦，直到可能这两季比较。”SGS 像这一季的时候，他们没有入那个 GPL， 才没有这么长交手。这样的 ban 角可以看到 TPS ban 了吉林、杰西以及摩甘娜，那在紫方这边是 ban 了布朗姆以及李信跟卡萨丁哦。那吉林这个 ban，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他们有想要抢胡子大叔的这个可能性哦。但是 IGR 这边也是在紫方的第一个 ban 就做了封锁了。Vera 其实在前几场 IGR 的比赛中是用了蛮多场吉林，可是我觉得他的吉林表现并没有说特别出色。好，来看一下这边蓝方首抢到了 Lulu， 一样是 GPL， 最近很常使用的一个战术哦。那在国外联赛其实首抢 Lulu 的次数也是蛮频繁的哦，因为这支角色目前来说，它还是有很好的这个换线的性质，以及它不可取代的这个特性哦。它的大绝可以提供
原本这个队伍如果是缺乏比较硬的前排，他也可以提供不管是李信啊，或是伊利斯这些 jungle 一个更高的弹度哦。好 ，IGR 这边是拿到了凯尔哦，在紫方第一个 pick 是拿到了凯尔，然后还有拿上球女。那上个礼拜这边叉烧为我们所带来的奖品里面，他也有提到，他认为其实以现阶以 4.11 版本来说，露露的首抢价值是大于凯尔。所以这场比赛，就是以团队配合性来说，这支角色还是比凯尔还要再好一些些啦。对，万搭的性质哦，因为露露毕竟你要搭一个不管是拉打或是开一波的角色，他都能做到。但是如果选择了凯尔，很有可能就是要比较偏向一个拉打保牌的阵容哦。刚刚讲到雷戈尔，看看Winx这场会不会拿出来？在之前的比赛好像是没有看过Winx，就是在之前雷戈尔有一阵子是可以用的时候，没有看过他用过。对，那其实Winx也一直在私底下说他的雷戈尔很猛，那今天大家就是要来验收这个雷戈尔，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 EU 跟 OGN 刚出了两天的比赛是雷戈尔，然后这边当然台湾的选手也都会看国外的联赛，然后Winx就说这个狮子真的太猛了，我一定要用，然后就验了一下，就我的是超猛。对，然后隔天就 auto ban， 就直接 auto ban 不让你用。那现在终于解禁哦，但是雷戈还没有选下来，这边是先帮下路的组合拿到了，这边是圣雷西配上了吉恩克斯。这样感觉 IGR Booker 还是会拿他比较善用的路西恩哦。然后金克斯配上圣雷西，其实这组合并没有说在线上特别强势，但是在换线或者是就是换线过来，如果说可以有推塔机的话，这个组合是推非常非常快的。对，金克这些角色虽然在韩国的联赛里面出场率不是那么高，那也有人认为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的 AD 比较不喜欢去选一些没有位移的角色哦，但是在东南亚以及这个欧美的比赛里面，其实金克斯的身影一直是有出现的。那这支角色在后期的收头能力来说，还是AD K 里面非常优秀的一支角色。IGR 这边补上了卡莉丝以及露西恩哦，那 Fokery 的露西恩可能感觉就是要趁着 4.1 再多用一活了，因为之后露西恩就不管是手长啊，或者是一些基本数值都有被下修。好，这边最后是刚刚有拿出 Evelyn， 但 Winx 最后还是要来证明他是一只超强的狮子。IGR 现在选出来的阵容其实看起来比较偏向是拉打哦，然后有一些 poke 能力，在像是现在这个版本 4.1 选出来的卡莉丝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升级 W 跟进化 W 这个部分，那在中期的时候会战可以用 W 技能来 poke， 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对，但是这角色当他的这个硬皮已经被拔掉，减伤被拔掉以后，他其实不算是一只很好进场做开战，就用伤害去开战的一只角色。所以他们其实在选角上面，在 first pick 的地方就有拿到凯尔，那凯尔配上在这边可能应该会是 jungle 的这个卡莉丝，其实向性上算是还不错，然后反开上面拉打能力上面也有补上一只，看起来应该是要补上纳米。那其实 IGR 的阵容算起来是蛮完整的。那在 TPA 这边，他们补上来的最后两个 pick， 一个是雷戈，一个是刚刚没有讲到的贾克斯。那贾克斯当然是阿奇非常非常喜欢的阿奇农式角色，对，而且也是很符合台北暗杀星一直以来惯用的一个四一分推的打法哦。即使在劣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阿奇基本上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带一条单线，然后让剩下的队友 hold 住这个对方的进逼以后，然后找一个机会做传送的开战，或者是想办法把对方的外塔给拿掉，补齐一些团队的这个地图经济哦。而且这两只上路跟 jungle 的这两只角色配合的途径性能，也可以让露露的大绝有还蛮不错的发挥。对，现在露露的大绝在前排里面有两只角色可以拿来做 TPA 的开战的这个大绝的释放点。对，那其实像刚刚记得讲到的，在露露配合一些可能前中期不是说这么弹的角色，像是贾克斯，你在两件大装没有出来之前，露露的大绝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效益的。那个增加的血量，让贾克斯他的大绝的提升双防也是会有蛮不错的效益。对，那最有趣的也是这一场比赛是这个雷格尔对上卡莉丝哦，这个宿命的对决哦，这个原本故事这个官方的英雄小背景故事里面就是一个宿命对决的组合哦，彼此也有猎头的这个隐藏的彩蛋存在。对，但是其实在比赛之中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发生过。对，应该是不太可能，因为那个要到16等，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难满足的一些条件才能触发哦。
但是也是伟杰对上 Wings 一场宿命的对决哦。两队在这个 GPL 的八强赛事，也是两支队伍第一次的交手哦。第一次交手就在八强相见，应该是不会有任何一方想要做一个先礼后兵的动作，一开始就直接打爆对手，才是八强赛事应该要有的这个方式哦。那可以看到这边是简体中文字，所以代表这场比赛是在新加坡府进行的。那新加坡府进行就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delay， 所以可能观众就要听我跟小杨老师在这边多哈拉一些了。那没关系，这场八强赛是马上就要开始喽。那下路的地方呢，两边也都算是拿到自己很擅长的一支角色了，所以会不会打一个阵线来说，其实也蛮有机会直接看到下路线阵线的对决。但是换线上面，我个人认为其实台北暗杀星这边的角色是有一些优势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会蛮想要，就是逆 EU 的、哦，因为其实，在对线上面，你不见得TPA 这边的下路不见得真的能够取得多大的优势。就是如果说真的硬打的话，对，如果在下路线这边换线，其实 BB 这边可以拿到一个推塔的时间，而且以一个单人线的，如果是AD Carry 一个人对抗对方的上路角色，我觉得路西恩在对抗贾克斯这边是比较有隐忧的，但是吉恩克斯打凯尔这边感觉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而且其实在单线方面两个上路角打起来的话，凯尔基本上是会占有蛮大的优势的。对，虽然之前也有不少赛评在比赛中有提到，就是贾克斯其实在一二等是可以抓一个机会去凶凯尔的，但是如果凯尔这边不管是有没有 jungle 的帮助，或者是他采取一个比较守势，上了六级以后贾克斯要直接打赢有大局的凯尔，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位选手所选用的角色以及他们分别对上的对手是谁。阿奇选择贾克斯对上豆腐的凯尔，哇，豆腐这边就是一个隐藏人物的状况，对，因为这边是今天才替补 IGR 就八强赛补进的上路选手、哦，所以还没有他的照片，但是大家对他的长相应该是不会太陌生、啊，对，可能脑海中会浮现那个样子。哥可以把小爷爷的照片那个 P 上去就可以了，把小爷爷的那个队服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直接把摆到豆腐的照片上面。这样他小爷爷可能不太开心。对，小爷爷最近是瘦蛮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Jungle 的部分。Jungle 部分 ，Wings 选择雷哥对上伟杰的卡利斯，哇，这个对决实在是太有趣、太好看了。两边都是雪球型的刺客角色，到底哪一边是被滚，哪一边是滚人的那一方呢？中路的部分 ，Morning 选择露露对上 LY4 的奥利安娜，这两只角色当然是中路的常见角了。那两只也都是团战中很吃自己技能判断的一只角色哦，所以在团战中两只中路的发挥是非常的重要。BB 选择吉恩克斯对上 Fokery 的露西恩，露西恩这边 Fokery 拿到了自己最拿手的露西恩，要来对上台北暗杀星的AD Carry。 好，下路这边 JJ 拿到了自己最擅长的瑟雷西，对上 Fera 的纳米。纳米现在是非常强势的压线角， TPA 是否会在前期采取换线来避免这条线路的劣势呢？好，可以看到镜头上面选手已经开始进行比赛了。八强的赛事 BO5 第一盘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对，就是算是气势之争哦。如果说能够拿下第一盘的话，对后续的比赛当然会有蛮不错的帮助。对，因为我记得我看过一场国外论坛的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在国际赛的英雄联盟赛事里面 ，BO5 的赛事拿到第一场的胜率是八成以上，就是拿到第一场系列赛会赢的几率、哦。对对对，就是八成以上，这是国外有一个携手去统计的一个数据啦。那这个数据当然是不一定是，还是有两成的机会会是会翻盘。对对对，尤其是在翻盘王者 SKTTY 面前，谁敢说没有机会翻盘？对不对？好，那来看到。这边哎，还没有开始比赛吗？或者是有哦，应该是在连线的状况哦。那这今天的系列赛，就情报，应该都是 Morning 上场。对，当然还是有机会可以换到秋怡上场哦。好，八强的赛事第一场，那 TPA 我觉得以他们的这个现在的状态来说，当然是想要直指下季的代表权。当然了，对，因为拿到三季的 GPL 冠军，这也算是一个蛮了不起的成就了，对，尤其是现在 GPL 的队伍里面，比起以往只有一支王者的状况上面，是多了很多的敌手。就我觉得在 TPL 这场对上 IGR 的这场比赛之中，我觉得可以稍微针对一下中路哦。毕竟虽然说刚刚说到 LY4 他是个蛮就是蛮全能的选手，但是你在
高强度的比赛之中，你不停的换路线打位置的话，其实像他之前在这一季的 GPL 季赛之中都是打上路位置，那其实你换到中路，一定会有一些地方会有那个失误或者是破绽的地方。我觉得其实 TBA 可以抓这个点去尝试着去做这样子的攻点哦。对，尤其又是这个选择球女这种比较高操作性质的角色哦，那。球女这角色其实真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熟悉她的操作感，因为她的球跟人的这个特性来说，是很跟其他的所有角色基本上没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对，你可能要达到人球合一的境界，你才有办法操控好这些角色。好，那现在这边比赛是陷入了。好，那没有，现在比赛应该是进了一个短暂的暂停哦，所以请大家再稍等一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VO5的第一场赛事，我这边杰哥留了胡子。走了一个，他是要跟这个布朗姆来一个人机一体吗？哇，我觉得应该可以想象，很多女性粉丝已经在打说，我想要当杰哥的。啊，不是，应该是男性粉丝，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对，不要虚我，这更正一下是男性粉丝想要当杰哥的普罗。好，比赛终于开始了，在蓝方台北安杀星对上紫方的 IGR 在。起手的那个饰品部分，伟杰是有选择红色饰品哦，那可能会在一整个地方稍微比较入侵一点点的去试探对方的眼位。那但是其实在一等的 fight 里面 ，TPA 是稍微占优势的哦。两边都是采取一个散点的站位，因为现在一开始的散点其实也不代表没有入侵的意图哦。以现在的游戏 meta 来说。入侵都是在1分40秒左右发生的。对，因为其实常常会看到在，就算你可能在组合上面不见得真的是赢对方，在一等 fight 上面，但是你可能到1分40秒、1分50秒的地方，在整个集体撞进去，那其实，在一等的部分，你只要有人数的优势，对方没有视野上没有视野的话，他们就基本上还是会往后拉掉。好，豆腐 boy 这边离开了游戏，要重新进行连线哦。可能是连这个新加坡服还是有一些线路上的问题。那可以看到两边的起手道具上面，瑟雷西这边是选择了要直上眼石的一个出装哦。那纳米当然是拿了自己最适合自己的这个辅助道具了。那其实，在瑟雷西这样子的出装，因为他买了一只眼睛嘛，那眼睛加那个红宝石、红水晶。之后再加上一瓶水，基本上就没有钱了。所以其实他在双人对线上面的这样子的对线上面，其实他应该不会考虑这样子打，因为你在换血上面，对方纳米是有那个绝对的优势，对，会有绝对优势，而且他是带应该是带这样是三，应该是三瓶红水，一瓶蓝水哦。蓝水提供了他更多的魔力，可以利用 W 技能来拉起 AD 的血量。如果说有看到瑟雷西的起手的话 ，IGR 可能在眼位上面要小心对方是否要来 knee you。现在 BB 要进行 recall， 那这一波很有可能的确要来采取一个 knee you 哦。贾克斯往自己家蓝 buff 走的时候，应该有被豆腐给看到。一开始贾克斯在上路的露头，是否能骗到 IGR 这边？不知道 TBA 果然是要换线。的确 ，TBA 现在是在自己家的野区进行了一个换线。杰哥现在他的180秒眼睛还没有放下去哦，可是 IGR 看起来是没有察觉到这个地方，这个点，或者是要直接就来让上路豆腐跟着伟杰一起往从红区这边开始他的这一场的人生。对，那这边起如果看到 TPA 的线的双人线在上路露头的话，其实伟杰就可以跟着这个共享一下，豆腐就可以共享一下伟杰这个打野的经验哦，那应该就会跟着他继续往其他的打野区弄经验。如果现在上来的话，很有可能是直接被双人线融掉出去。但是他现在上去 ，TP 的双人线也很聪明啊，没有在上路线露头，直接做了一个蹲点。其实这应该还是要知道啊，我觉得豆腐如果被勾到就有点那个有点危险。这边所以直接上前一个回刷。哇，直接将他的血量消低。哇，这样子其实已经点到一半了，他这个还是跟着伟杰去吃野怪好了。对，因为其实对方的下路线并没有露头哦，所以这边 IGR 在前期是没有掌握到这个上路可能蹲点的情报。这应该其实要知道的。那豆腐现在已经扫掉吸掉了这个红 buff 的经验以及四鬼的经验哦。杰哥要来石像的地方放一只眼睛哦，那可能等一下会。跟着去中路 room， 或者是陪，等一下那个阿奇要回下路的时候跟着回去。好，现在
几个知道上路的线这边 AD 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也要进行 recall。现在豆腐分享了伟杰第二个 buff 的经验，上到了二级。我这边 IGR 拼了一下龙点哦，因为知道对方的下，这边看到下路的兵线进来，阿奇也直接利用传送到下路线。哦，这波炮车带着五支远程小兵，经验如果都可以收掉的话，会是领先豆腐，有可能到一等哦。就你在豆腐这边，他是跟着伟杰去吸经验哦。那其实，在经验共享的情况下面 ，TPA 目前已经拿到一些等级上，尤其虽然说兵数上面，那个经济上面是落后一点点，但其实没什么差。上来，温姐上到了三级，这边豆腐一样是利用传送过来。那这一波的小兵量非常的巨大哦，来看一下 TPA 有没有办法干扰一下。那这边其实凯尔也是同样的，拿到很大一波的小兵经验哦。然后其实瑟雷西稍微位置这地方是不太可能对凯尔进行太多的压制。这一波兵线进来的时间点，我还觉得还是没有算好哦，还是让凯尔顺利的吸到。那前期的逆 U 并没有办法压制到凯尔的成长。两方的上路 TP 同时都是用来吸一波大的经验。在中路线的对决，两边也都是进行了一波回补。Morning 是选择出了两个多拦界，要来继续压赢这条线路。Winx 这边也是没有尝试任何一波 gank 哦，在逆 U 的状况下面是先稳住自己的发育。伟杰现在有一个等级的领先，做了一波蹲点，是有预判到这边 Winx 可能会上来做支援吗？但是雷格尔其实前期六等前应该是会以偏农的方式。在 4.1 的版本里面，其实吸经验的距离范围变广之后，对就是这种硬要装奥你的这种战术，其实来说有相当大的影响。这边 Winx 进来，这个不要在野区遇到半血的伟杰，插眼进去有看到，两个人身上都只剩下蓝 buff， 红 buff 的时间已经过了。Winx 这边的等级是稍微落后的哦。两边下的这个发育上面也是由凯尔现在占了优势哦。IGR 现在是控着兵线不让贾克斯有机会拿到这个经济，但是经验的部分应该是没有办法阻止阿奇吸经验了。上路的兵线其实也是会压进去哦，所以算起来的话，两方上路可能哇这边勾到了豆腐，陷阱有夹住，再一个回翻，可惜这个回翻让缓速弹没有命中，豆腐被到了点燃以后直接闪现。这边逼出了一个闪现。哇，刚刚如果说有那个 W 技能有丢到的话，基本上豆腐应该会死哦。对，有一点可惜哦。这有时候就是瑟雷西的刷会让你一些指向技能本来瞄得很好的，然后反而是对我们看过太多了，不管是下路这个凯特琳的震爆射击哦，或者是我还有看过这个路西恩的 Q 也会被刷歪哦。对，它其实算是一个有点算是可以说是它是一个指定性的技能，但是它是一个弹道式的。所以刚刚那一波是只有逼出了闪现，那豆腐这边闪现被逼掉了，就有可能在六级之前被逮捕。中路这边露露压赢了线路，球女先进行一波 recall， 雷格捞到对方的丛林要来抓对方的 jungle 或者是吃野怪的豆腐，这边有办法夹击吗？这边有点危险，他是没有闪现哦，这波应该有机会直接收掉他残缺的一，哇，再配上了中路的点燃 ，Morning 打出了一个首杀。这地方其实应该是豆腐有点太大意哦，在前面的这一波插眼的过程中，其实 Winx 的眼插眼下去，伟杰是有看到，而且他同时也有ping给队友说，知道说这个地方是有眼睛的、哦。这边射了一些 roaming 来中路啊、另外两个人在配合着辅助的情况下吃小龙，球女这时候拿下位置可能有点危险哦，去检查一下，有办法看到吗？哇，还有一点血量哦，这个地方如果看到的话就非常赚，拿回来。Red team's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上路这边 BB 已经顺利的将外塔给点掉 ，HR 要四个人继续吃小龙。球女是有到六等的，露露没有大绝，但是这波已经扛小龙扛到血量非常非常的低啊。Winx 表示相当的愤怒，你竟然敢在我面前吃小龙！这边等级上面出钩 ，TPA 出钩。先把这边把眼睛拆掉就好了。HR 有一点亏啊，对，浪费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进攻这条小龙，但是却没有办法拿下来哦。
贾克斯的同时，也是把他原本掉的兵全部补回来了。阿刚其实还输上路豆腐的凯尔大概十几支兵，现在完全追回来。对，因为下路这边刚刚是在辅助不在的情况下，哦，这边 BBO 直接追击豆腐是六等打五等，还有大绝哦，死亡火箭，哇，这个火箭是稍微歪了一点。那其实打到感觉应该不会死哦，血量还差一些，但是 Wings 抓到一个机会，直接来进攻对方的红 buff 区，拿到这个 buff 的话，他应该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接近升到六等。那在对方吃自己家蓝 buff 的同时 ，Wings 收掉了 HR 的红 buff， 上路这边 BB 压得非常的深 ，Fera 已经被迫来上路协助凯尔哦，因为凯尔这边刚刚已经落后了 AD 一等。那看一下现在 TPA 有没有要主动将线路调回来，来发挥前期的优势，是否要来做一个小龙的团战？现在其实 TPA 有机会的话，直接来抠龙就好了，因为上路的那个凯尔发育非常差哦，到现在还没有升上六等。就算他现在有 T 啊，他现在升上六等，但是他 TP 下来的话，基本上阿奇有回家补够装，他的那个直接来下路这边打一波龙战的胜算还是比较高的。对 ，BB 这边已经顺利的拿到了暴风大剑。应该是要直接直上 IE 了。下路龙区的视野先顾好。杰哥在布龙区的视野这边 ，Fera 也有察觉到对方的意图，伟杰直接进行 recall。贾克斯现在来到了上路，两方的上路都是有 TP， 但是贾克斯这边是有一个闪现哦，但是豆腐这边没有。如果是传送过来的进场团战的时机点上面，阿奇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直接跳上去凶，对方是没有闪现的。阿奇这边有机会，其实有机会直接单杀。哇，直接用 TP 要来逃跑。哇，原来是这个无敌回家。哇，还是死了。哇，这个无敌结束的一瞬间，要起飞的同时，他被那个他的普攻，然后按 W 的重置，然后那下重置的那下普攻还有带 R 的伤害啊。对，所以直接那最后一下普攻应该直接有250以上的伤害哦，直接一棒敲死了凯尔，然后。凯尔在飞回自己的尸体，飞回了塔下，下面出勾勾到，但是杰哥这边的血量不高，哇，中了水球，直接拉灯笼逃跑。这波的选择其实还好，还蛮好的、哦。他们如果其实直接打起来，蛮有机会打输的。对，而且这边伟杰也是做了支援哦。哇，这杰哥阿奇直接跟他说：“这传送我最懂了，我来教你什么叫做完美传送。”来，哇，直接起上来配合了大绝，这一波 LY4 没有闪现，这就是雷哥恐怖的 gank 中能力啊！对，而且其实现在的雷哥在第一个就是五星的第一个技能上面几乎都会搭配一技能哦，直接在现身的同时间把你定下来，然后因为他现在的就是之前的改动是让他现在在现行之后才开始重新累积五格的残虐值。对，以前是可以做一个三连 Q 的那个、哦，那后来是被 Riot 视为 bug， 所以把它修掉了。但是雷哥现在提供配合中路的 gank 能力还是非常的恐怖哦。拿到了这颗人头，看起来 Wings 想要吃八龙，吃小龙，不好意思，吃八龙有点太早，八龙还没升。这边杰哥要尝试出钩，但是小兵量上是 IGR 占的优势。对，而且看到在 Wings 这边选择出装是出那个减 CD 血，那在 CDR 的装备出蛮多出来之后，其实他的那个累积残虐值进度会快蛮多的，大绝的 CD 也短蛮多。那其实他 gank 也是蛮吃他有没有大绝。直接拿掉这条小龙，其实已经明显非常多，出勾勾到尾杰，拿灯笼，哇，刷回来被他跳出去的时候被杰哥的刷给刷下来了，而且刷到了陷阱上面哦。会飞的蟑螂是吗？我有补蟑螂器，就是放在家里面角落的那个粘蟑螂的那个东西，蟑螂屋。对，杰哥直接把蟑螂刷到了蟑螂屋上面 ，TPA 再添一颗人头，目前是4-0的优势。凯尔过来左边蹲点，但是应该是有被那根红眼看到，魔灵直接选择 recall。哇，豆腐这一场有一点惨啊，这个哦，下面是勾到杰哥这边，我刷回来，回刷有到缓墙上面被挂了点燃，这个大绝有炸到，差最后一下普攻，杰哥闪现直接收掉了 Fokery， 还有两边还要继续追击吗？哦，这边。技能进入了 CD， 而且也有小兵挡住了杰哥再出 Q 的机会。那现在这一波又是一个顺利的击杀。对，那现在其实 TPA 可以开始组织的就是在12分、13分这边的第三波的 buff 战哦、喔。然后拿到 buff， 或者是直接在对方试图要守 buff 的这个过程中来进逼下路和中路的外塔，其实都是一个可以
试试看的一个选择。对 ，TBA 这边跟小兰老师心有灵犀一点通，已经看到了杰哥往对方的红 buff 区域这边要等待这个红 buff 重生的时间哦。鬼杰的位置已经被看到了，那这样子其实，在刚刚是由 Wings 拿下来的第二轮红 buff， 在第三轮重生的时候，也有可能让 TBA 给掌握下来。对 ，TBA 不急着进攻对方的中路的外塔哦，因为在球女的守护下面，这个外塔其实比较难攻破的。先以对方的两个 buff 作为这个滚动雪球地图经济的位的目标。Wings 这边应该是在等红 buff 重生。刚应该说掌握到时间，那同时两个 buff 重生，你在 IGR 落后的情况下面，基本上你是不可能两个 buff 都守下来的。哇，这边伟杰要过来抢这个红 buff 的时间已经晚了，那、啊、这样你可能连蓝 buff 都要送给对方。伟杰现在过来，哎、欸，地图上的两个消失还没有消失，这边要直接打跳起来，再跳一个，哇，二连草丛就是我的家，再顶下来。伟杰交闪以后，球女这个大绝是空大了，没有吸到。哇，这样子蓝 buff 这边 TBA 其实还可以再来想办法再进攻一波。对，要看一下杰哥有没有办法。哦，这边一个远方的死亡火箭是炸到了再次蓝 buff 的 LY4。本来应该是想要抢抢看，这边出勾勾到再一个棒。哇 ，Booker 应该是死定了。杰哥的射雷系已经在这一场宣判了对方三次的死亡。哇，这边连中路的中路外塔都是非常有机会直接让 TBA 给拿下来。上路阿奇跳过来，你确定要打阿奇吃双吃下？哎、欸，这边看到了 ，Life 没有看到吗？哇哦，他应该要看到那根眼睛的、啊，他在看商店。有 Life 可能太久没打中路了，他说中路的装备怎么变得这么复杂啊？这个张杯这个圣杯怎么会有一个看起来怪怪的东西啊，就是有一个那个两个180回魔会合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魔像什么之类的道具，你不知道那个道具？你没有打中路吗？你的圣杯要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他可能没有看过，他想说这什么东西，一直在怀疑自己到底是买错了有没有，就直接被啊擦眼过后看到他位置的 Morning 给收掉。对，第三轮 Buff 其实都是让 TBA 掌握下来的、哦，那配合金克斯的推塔进度，其实回家他看起来是要回家直接补上 IE 的，15分钟要掏出一把 IE 了吗 ？BB 500的战机 Morning 现在也是装备也是非常非常的好。HR 在这一场15分钟是陷入了一个蛮大的劣势哦，看起来对抗到了这个 A 组的冠军队伍上面，第一场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先打出一个气势。目前来说还没有拿到 HR 的首杀，而且其实你看一下小地图，那个 TBA 在对方的家里的视野是有点恶心的。对，这个基本上连你走到哪一条线路上面都会被完全掌握。就是在蓝，就是在最深的位置都有两根眼，就是上半部两根，下半部也是两根。这其实是个很非常非常够的视野。对，而且也是顺利的在一波的进攻以后，瞬间拔掉了对方三座的外塔。在 TPA 的各个位置的玩家都有带红眼哦，现在场上已经有两只红眼，然后还有三只红眼带在身上。贾克斯这边的发育也是完全的赢过了豆腐的凯尔，三条线路继续在发育的情况下，目前 Morning 已经拿到了5颗人头哦。贾克斯也拿到第一件核心装，在16分钟在逆 U 的状况下面，或者是说跟着 Jungle 一起野区的这样的状况下面，在16分钟拿到第一件大装，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进度。威斯开大绝过来，可是他应该踩掉缓速了。上来要直接上吗？我这边是已经开启了大绝，大绝提供的视野有看到对方伟杰的位置哦。刚刚位置想要尝试直接跳过墙，但是没有机会，距离上是不够的。那现在装备也是比伟杰好很多，因为地图上的经济虽然说他的持兵量上面并没有比卡利斯多太多。对，然后他这个出装法也是很残暴的一个前期出装法。拿到残暴之力之后，看起来他要直接直上轨道。对，他并没有要把自己的这个红爪升级成灯笼哦，直接再补上了一个1337，让他的大绝的可以提供这个 gank 的第一波伤害再往上拉。而且野区目前都是让 TPA 给拿下来，在18分钟接近19分钟的附近，第四波的 buff 又要重生了，而且同时现在17分钟，剩下10秒钟，第二只小龙要重生。对，这边直接蹲点小龙，小龙被手撕。这边两个人还在小龙面前嘲笑小龙，小龙现在感到非常的生气。
但对方人多势众，小龙没有办法击倒 TBA， 这边小龙再被击杀。拿到接近8000块的经济优势 ，TBA 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准备的第四轮 buff 的入侵跟开始往二塔去进攻。对，等这一波 buff 再收掉以后，等 carry 也都拿到了第二件大装，就是与 IGR 拉开了一件装备的这个差距以后，应该就可以直接来进逼对方的这个二塔、哦。下路这边 BB 推线，杰哥尝试做了一个蹲点，应该其实是稍微站后面一点位置来。就是等，如果说 BB 毕竟他没有位移技能，被 gank 或怎样的话，其实还有机会拉灯笼逃跑。野区还是不得非常的深啊，想办法把自己家的野区的眼睛给排掉。这边露露已经顺利的拿到了死帽。其实现在在两方的英雄上面等级上也有相当大的落差、哦，在十一等在 jungle 的部分，其实你卡莉丝没有两等的大绝跟有两等的大绝的这个强度是差蛮多的。对，两个等级，我这边 TBA 还做了一个蹲点，感觉是要来蹲 Vera， 如果有剑蓝 buff 区域的视野，有可能直接被抓掉。现在改蹲到我想要来抢这个大鬼，但是抢失败，没有抢到。撸过来，这边开大绝过来。鬼杰直接交出了自己的大绝，往后拉。豆腐在被 Wins 跳的一瞬间，也交出闪现回到上二塔的保护。像刚这边就是利用那个雷格尔的大绝看到视野的同时，让那个早晨一技能可以直接丢上去了，不然他刚其实开大绝会有短暂的隐形时间。第四轮的 Buff 重生，这个 Buff 选择不拿了，可以拿到对方蓝 Buff 其实也是不错。对，在这个Wins 已经交掉大绝的情况下 ，TPA 选择把红 buff 还给了对方。这个蓝 buff 有顺利的抢到，而且还勾到了纳米。有 TP 下来，但是来不及了，这边应该要选择中断，但是他还是过来了。两方的上路都传送过来了。哎、欸，没有，那个夹克是选择取消的，因为上路这边反而是一个空城啊。Morning 有阿奇有个机会直接来 BD 对方的上路外塔。这其实刚凯尔也要直接取消了，因为看那个速度也知道说下来是不可能救活 Vera 的，但反而是直接送掉自己的上路二塔。对，纳米刚刚在跟BB 在抢夺蓝 buff 的同时，是又中了杰哥一个死亡宣告。像其实这样看起来 ，IGR 已经走远了。哇，第二个空大，开大绝过来，直接跳上去。哇，直接被绑到，直接被跳在身上，配合了大绝，还有右方杰哥的出钩。这一波又是 TPA 成功的晋级，而且 LY4 也将自己的大绝给交掉了。这座二塔可能很难守住。上路这边贾克斯已经在刚刚凯尔传送的时间，把对方的外塔给拔掉了。对，现在贾克斯继续留在上路，给上路的那个兵营塔一点压力，让这边过来。其实他们如果要硬打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太好打的。IGR 要直接来反扑吗？看起来不太可能啊，少了很多大绝。豆腐帮自己加了套了加速，就想要上来留人哦。但是以凯尔这只角色的性质来说，逃跑可能这个加速是很有用，但留人上面可能是没有这么的优秀。下路这边 BB 也成功的一个人推掉了下路的二塔，这时候只剩下中路的二塔是 IGR 最后这个基地外的一个可以争夺的一个地点哦。对，其实像这场来说，这边刚刚本来想要在他最后的时间把他留下来，但是没有留到。这边再尝试一个隔墙的出钩，开眼的飞吧，拉过来逼走对方之后，把中路的二塔给点掉。那其实都有拿到对方的蓝 buff 的状况下面 ，IGR 要来守兵营塔也不是这么简单哦。在经济已经落差相当大的情况下面 ，TPA 现在不管是稍微分推让贾克斯分推来，我们直接跳过来 ，Morning 是没有魔量的状况，我们要帮他一下。Fokery 非常大量的伤害，直接进来拉进来以后，球女直接一个硬闪现的大绝，哇 ，Wins 也会死。这波 IGR 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哦。贾克斯上路是没有传送可以支援这波团战，在 Morning 魔力见底的状况下 ，IGR 成功的一波反打。你要小心水饺啊！拿回来。刚这次 LF4 的大绝终于是有命中了。对，这次是抓准了 Morning 已经交出了闪现的情况下，把球直接塞到了塔下。但杰哥其实应该要上去帮他、啊。虽然说在那个灯号的方面，应该是我看到 Morning 是有大绝的，但是他刚刚是魔量是完完全全见底啊。
IGR 终于在游戏时间22分钟左右打出了一波反打，也顺利的摧毁掉了 TBA 的一座外塔。球女也顺利的组合了自己的死帽，那在装备上面是提升不少哦 ，TBA 要小心来应战了。现在，TPA 在整理自己家里的 buff， 那上路这边贾克斯一样在进行分推哦，还没有再进行一次回家补装的状况下，很有可能回家可以直接组合三项之力。中路的部分，兵线是回到了中间点，那现在IGR 第四轮的 buff 应该要准备重生了。TPA 现在让贾克斯带有 TP 的状况下面进行分推哦，然后拿到。应该是第五轮 buff， 然后跟巴龙这边试图亲眼 bait 都是可以做的。小龙再重生十秒，这时候 TPA 感觉要先来拿掉小龙。IGR 也布了大量的视野在巴龙的附近哦，红 buff 区已经有大量的 IGR 视野。如果 TPA 想要吃完小龙来吃巴龙的话，可能还是要先进行一波排演。上路这边是纳米直接跟在贾克斯后，跟在凯尔后面。这边三个人要来夹上啊，放掉这条小龙，目标是 TPA 的上路外塔。他其实也没有，就是直接上去打、哦，稍微有点意识。第三条小龙一样是由 TPA 所掌握。那这边阿奇直接在塔下农的情况下 ，IGR 放弃了这次的禁闭哦，所以还是被 TPA 继续滚动了地图经济。这边 TPA 要来开始把视野，巴龙区的视野给掌握。杰哥这边清视野的位置会不会受到对方的开战呢？已经看到伟杰是进化了 W 技能哦。发现巴龙里面还有一只眼睛。这边在中路的二塔已经被推掉的情况下 ，IGR 还要小心 ，Wings 直接开大上来，在兵线中间直接做一波开战。先拉过来这边的眼睛是有看到伟杰跟 Vera 的位置。看一下这边中钩，我们要直接开战了。Wings 开了大绝跳上去以后，伟杰隔墙一个闪现，是 Wings 也闪过去继续做追击。这个一技能没有绑到，反而是 LY4 的位置有一点尴尬。大绝虽然转到了对方两个前排，我 Wings 这边是被球女套了大绝，反身收掉，但是 BB 也有向上前。哇，这个 BB 的伤害量实在太高，拿到一个 Triple Kill 以后，要拿 Quadra Kill 了。哇，剩下一个残血的伟杰在对方的上塔这边。刚刚可以看到他这样。大绝，他用那个形态点到那个 life orb 一下，他就直接不见了。这波原本豆腐的大绝是让球女有把大绝放出来哦。那两个大绝的搭配情况下，其实 TPA 如果少了 BB 在这个时间点的会战，感觉是会失利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波的回放。直接跳过来之后，伟杰先开隐形闪现过来之后 ，Wings 也是闪现过来要来。本来是要用五星的绑来绑，但是没有击中 LY4， 反而是让自己的位置非常的差。在这个地方大绝进来，可是其实被豆腐的大绝给挡住了。但是这边闪现过去，直接把 Walker 给杀掉。Morning 也在后面提供蛮不错的输出跟限制。对 TBA 两名 carry 成长发育都很好的情况下，即使在这方会战，两个前排已经率先被击倒了，还是上后排直接进入哦。那 Lulu 跟 BB 的配合，伤害量就是非常的可观。这边其实看到 TPA 的阵容在有些许领先 bait 巴龙的这种野区争夺上面是非常强的，这边直接上来，哇，这个伤害非常大，可惜没有晕到啊！如果晕到的话 ，Voker 应该会直接喷掉。他如果身上的陨落是 CD 完成的情况下 ，Voker 可能就要缴出这颗人头了。他刚是只打到一下普攻跟重置的那下普攻啊，就是这个伤害。凯尔、就是、第一个死亡就是那样死的。传送无敌炉石的时候，发现那个无敌的时间不够久、啊。好，那现在 TBA 在刚刚那一波红区的碰撞上面，还是取得了一个人头数上的优势哦。但是 IGR 也证明了自己是有反打机会的一支队伍。刚刚豆腐的一个大绝是成功的吸掉了，连这个 BB 的大绝也都挡掉、哦，所以那个大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其实以装备来说的话 ，IGR 的那个 carry 装备还是一个还可以打的状况啊。虽然说现在只输了一件，这边再一次勾到伟杰，但是后面是没有 TPA 的队友，不然其实伟杰这边还是非常非常危险。这视野其实就是 TPA 就这样继续蹲就好了，然后让下路这边其实看到两个人在下路，我觉得 TPA 可能要直接开巴龙哦。
还是要来先抓上路，上面抓，推线推比较深的凯尔，凯尔要直接交，我、哦、直接顶起来，绝弹起来，哇，哇，豆腐这边两次的传送逃亡都没有成功，这是看到知道说对方一定是没有离开这个草丛，直接走进去用大绝把它顶起来，对，而且莫林刚刚是一个没有视野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直接用 W 中断。他选择套了自己加速往前，利用大绝弹飞。现在是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开巴龙了。对方是没有眼睛的，剩下球女的一根眼睛。凯尔的传送也用掉，这边再一次勾到尾接，拉过来，刷到大绝，跳过去。Wings 这边也是大绝收，但是球女的大绝吸到了 Wings。没有，这波 Morning 已经没有大绝了，所以没办法救活他。Varia 一个反开过来，我可以位置非常危险，再点一下 ，BB 拿到主宰比赛 ，Dominating。右侧这边。但是 Jungle 死了，所以不能开巴龙。对 ，Jungle 这边 Wins 刚刚两波的开战哦，可能是以为自己有这个无敌吧，可是无敌是对面的、啊，所以那样的进场、哦，他可能没有，他可能忘记 Morning 没有那个，没有大绝了。对，他没有大绝。Morning 的大绝是刚刚在上路中断凯尔的 TP 的情况下缴掉了。那刚刚贾克斯也传送过来，但是自己的 Jungle 被杀的情况下，不敢直接开启巴龙哦。这种状况其实 TPA 就是回去补一波之后，再把这边视野再拿回来，然后不停的进行 battle， 对方的眼量总有一天会擦完的、哦。我这边又是伤害非常高，大绝用过，在上一波的地方已经用过了，拉过来把视野清光，这个位置的眼睛没有猜到，但是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眼睛也要宣告消失。伟杰这边应该又要过来擦眼进去，一样是接在上面做了一个蹲点，丢灯笼拿上来，哇，刷回来，刷，哇，伟杰的跳是被刷掉了，选择隐形往左侧逃脱，再次最后 BB 的一个扼杀火箭，还是收掉了伟杰的人头。这边 Jungle 已死 ，TPA 应该可以高枕无忧的拿到这条巴龙。这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你身为一个 Jungle 或是一个辅助，你就是要过来插眼。杰哥这边非常的凶狠哦，吃到了巴龙，还直接给灯笼 BB 要往前继续进逼。豆腐到了下路过去，其实他也没有 TP， 那 TPA 也是选择不要让对方有任何拆塔的机会，让阿奇再回来下路把这个二塔想办法守住。直接在军营塔已经被摧毁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 recall， 直接往前进逼。BB 的咻咻，点塔速度好快啊！顺利的摧毁了对方的军营。我来上路非常大一波小兵，这轮的 buff TPA 还是可以掌握到对方的红 buff， 这个伤害好高啊！下路凯尔的分推也被贾克斯 recall 给挡住 ，HR 失去了巴龙以后，也失去了一座军营，在这样的劣势下 ，HR 还有机会反败吗 ？TPA 其实不要带太深都还好，像这样子其实就有点危险了。刚讲完就有一点危险，哇，这个盾有点厚啊！而且 Wins 这一波是有闪现的，闪掉了球女的大绝。尾接又，我以为他又要被勾到了。他这一场之后，他应该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瑟雷西了。他已经在那个红 buff 区域不知道被勾几次了。上来是一个四一分推的形式 ，TBA 现在目标是对方的上路军营塔，瞬间被摧毁了。这个推塔速度非常的快，拿到非常好装备的金克斯点塔的效率非常高，拉过来之后上中路的兵营跟兵营塔都推掉了。只要五个人集结下来来推这座下路的兵营，其实那个 IGR 也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反打。对 IGR 最后一波的开战应该就在这边要发生，到底是胜利或是死亡呢？因为其实不开也不行哦、喔，但是开了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打，但是还是得开啊。因为你其实像这种 BO5 的赛事，你不能在第一盘就把气势直接输掉。看一下。在中路吸引对方的注意以后 ，BB 利用自己的二杀火箭，在人形态台阶上面直接要点爆这座塔了。这边还是不选择开吗？尾杰又被勾到了。哇，尾杰又是重勾，但是这波 TPA 处理的很小心，先是拿掉了外塔，并没有直接进攻哦。用上中路的那个超级小兵进去哦，这边再勾勾到了豆腐，这边是要开战了，无敌套在自己身上。大绝有转到阿奇跟 Wins 这边，血量上不是很高，但是后方 BB 这边的伤害血量实在太大了，蹦。蹦，再一个蹦，哇，这边要死掉，继续追击。对，没有红 buff， 再接一下。又无暴击，575收掉，想要拿最后一个人头。Pogri
跑到了这个温泉的怀抱里。外面还有 J 想要尝试出钩，这边还在做追击。596最后一个咻咻，好险没有命中。BB 还没有放弃击杀这个人。TPA 顺利的拿到 BO5 赛事的第一场胜利，我们恭喜他们。那小林老师有认为这一场比赛，其实 IGR 在前期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对，那其实在我觉得 TPA 这场最关键的点，就是在压制凯尔跟在buff 区的掌控上面做的是算是相当的不错。对，那其实中间有几波是被反打，对，那是否就是阵容的关系？其实他在那个你途径，你像对上球女这种反开非常强的阵容，反开跟还有那个纳米这两只角色反开非常强的阵容上面，你很多只角色一起突进上去，其实就会有机会造成一个区块全部都是自己的人，然后让那颗球直接吸到很多人。那其实一两波反打都是像这样的状况。对，但也看到了 IGR 这样的反打，虽然可以摧毁到对方的前排，但是在你球女的大绝跟凯尔的无敌都已经放掉的情况下，對，面对对方两只成长非常好、伤害量非常大的 carry 的时候，你反而也没有机会做继续的后续的处理。对 ，IGR 这边的阵容比较大问题就是，他在那个卡莉丝发育差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后排造成任何威胁。对，除非球女的大绝的球是塞到了后排，但是他其实基本上要来保住自己的前排都已经是有一定的难度了。所以这场比赛虽然在几次的这个后期的团战当中 ，Winx 这边跟阿奇这边还是被球女的大绝给卷到阵亡的情况下 ，BB 还是顺利的在团战中配合 Morning 的发挥拿到了胜利。我们恭喜 TPA 已经先拿到了1-0的优势。好，那待会当然要继续进行我们八强赛事，接下来还有最少还有两场比赛要进行哦。那待会这边会轮到 IGR 到蓝方的位置，那就是看来有没有准备好比较好的阵容或者比较好的配套来面对台北暗杀星。我们广告休息一下，BO5 的赛事马上回来。Answer,